会卡卡的，这样会痛，膝盖外侧会痛，先上下。高低肩如何治疗？很简单，去找木工，用那个锉刀把它锉开，锉平就好。那蹲屁股会卡卡的，不是，胳膊。哦，胳膊会卡卡的，啊，用机油点一点就好了。膝盖外侧会痛，这边哈，筋会痛，啊，这边哈，把筋挖掉、剪掉就好了。满不满意？不满意。不然怎么办？老师一定会。不是啊。啊，我已经教你了。高低肩，会高低肩不是有肩膀的问题，是脊椎的问题，是臀部的问题，是你的髋骨歪了。髋骨歪了，正的高低肩；髋骨正了，是三百问题要找下。这个地方有问题，咔咔咔咔。看这里有没有小手是不是 朝下，对不对？掌心有没有朝上？有。拇指有没有朝下？有。好，有些人这样倒身起来都是怎样？身高上升。不是这样，有些人应该是这样这样，但是他是变成这样。就是这个，在他的观点里面出不一样，出出一样。所以你就这样，不管他，慢慢把它合起来，放松，放松，放松。有时候一天，有时候两天，有时候半个月，我不知道你时间做多长，有没有放松，慢慢放。让它回到原来位置。那有时候卡卡卡卡是你的胶原蛋白软骨素不够，会卡卡的，都是软骨素胶原蛋白。好，我来不及，它就好。那你这边的血管，平常的东西怎么样？侧面这样，抽哦，把它抽开，让腋下的淋巴、血液能够呢上去，它营养跑不进去。至于背部这是髋关节。你躺着，这五十肩动作可以一样。调一下，看一下。好。好，用不用？接下来，接下来，要等这个，一会儿你别看我，等这个他走。有没有看到？这边比较长。所以平常你的站姿、坐姿都歪几边，坐都喜欢坐这样，女孩子喜欢坐这样，这都不对哈。养成习惯就是坐这样。或是你坐这样，坐这样，或是坐着，或是打开，这样往前走，不要错着，真的太长了，把它剪掉好了。不要，把它剪起来，啊，放来那边比较低，就放在上面。打一样，啊，这你还是一样的，啊，这他给基本上加给他开的，对不？不要，这边比较长。要把它变比较短，把这边往上面这个设计，砍掉了，砍掉了，有感觉，砍掉了，越比较突出，这棍子要突出。这边好像咔咔咔。对啊。
哦，说不能硬压下去哈，然后慢慢这样放松放松，它慢慢自己会进去。哦，身体是很一个很机制，它自然会进去，你不要用硬压的。所以任老师说，放松才是怎样？最好的治疗。放松才是最好的药。药谢谢老师。但是那个拳型跟那腿动作还是要做到，你们一样养成习惯。一般来讲，外面整齐这样一整齐发达到前十，但整齐完了出门口就回去。所以你那个动作，这个动作是不是要每天自己要怎样？对，要做。哦，自己要做啊。他还在，他上面记得。哦，没事。记得测起来。这个动作哈。做不起来就要做啊。要夹紧啊！你不夹紧，髋骨就走位了。啊，你这里等是要平平的，哦，啊，下巴要爬这边来，哦，哦，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啊，哦。所以这边不做，那边都一不好。这边拉这边来，髋骨正，直接正，肩膀正好。好，哦，那个卡卡，往上推就是空隙。好，不要急，先站吧。我是为鼓励，或是卡有力。软骨素都是的。膝盖外侧会痛，这边那是胆经的，也是跟髋关节会放有正的。你把这根弄正，拉开以后，平常这个动作都做，它就开了。平常那趴下去，哦，要一定要做，把它趴下去哈。你几岁？我六十一岁啊，我比你年轻，所以不能怪你，因为我怕一下你怕不了，再加油就好啊。黄斑部病变要如何治疗？谁？我。就是你。不是我，是我的孩子。你的孩子啊？哦，黄斑病变很简单，哦，很简单啊，去油漆店买一些蓝色的那个喷漆。把眼睛喷蓝色的，就没有黄斑病。还要这样吧？啊，就是很简单，因为眼睛是蓝色的，而变黄色的，你就把蓝色喷就好了。刚跟你讲了，这些问这问题啊，我先讲认识，先怪我先打三下的，不然我打三下的，一二三，我不是告诉你眼睛是都要按摩。我是叫你白天去看店，看太阳，眼睛闭着，晚上要怎样？关电灯去看东西，对不 对？去爬，这样就会好。然后再吃一个金牛素、叶黄素、绿藻 A， 这样就好。绿藻 A， 叶黄素。啊。腰部肩膀酸痛，因为站立超过一个小时会痛。有运动到筋会改善吗？再向下。哇！啊，上三上网之先眼科医师检查，一号两年后帮我治疗。眼睛就刚刚我讲那个动作。那个是法师，我有教他。那你就是那个拿个球，一个也可以做。我丢墙壁，反弹回来，用一只眼睛去接，哦，丢墙壁，啊接，然后换一只眼这样接，哦，啊那晚上一定要电灯关掉，去看，哦，白天最好是中午看太阳，然后闭着眼睛，哦，好，这样做一做，眼睛都看以外，这样圆圈眼睛都绕。然后叶黄素就是进行四周吃，哦，阿姨是按摩，腰部经常酸痛，稍微一小时会更痛，
其实是我们腰部这个地方肌腱麻烦，下肢常常不去蹲屁股，你以前蹲屁股越对，能够蹲到一天下，你站整天都不会痛。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，这里，这里要不要去拔？这一块要不要拔？不是，趴着趴着。这块你还好嘞，这块你还好。我去点握，去点握，去点盘，捏掌不见 ，OK， 看不？这捏掌不见，站立就可以站得久一点 ，OK， 站立就可以。屁股还是这个动作，还是都这个动作，多放久一点。好，哦，训练屁股的肌腱，或是这样慢慢，放久一点，或放久一点，放久一点，不要掉下去。一分钟、两分钟、三分钟、五分钟，训练腰力跟腹腔的力量，跟臀部的力量。OK， 谢谢。